浩哥，你拍戏应该有很多有趣的事吧？第一次触电是什么感觉？大勋，你这词儿用的都太老派了吧？触电，程程还听得懂这种用词吗？你咋不说浩哥是影视歌三栖明星？影视歌三栖明星。山西，作为一个山西的艺人，你第一次触电是什么感觉？朋友们，今天咱们好歹也是个动作片，咱们该说不说，还是得把三个套上咱们小时候看的金庸也行、古龙也行那些招的套上。第一个，你觉得你是啥？小李飞刀啊，小李飞刀行。第二个是那个电的，第二个电就是你没看过，他没看过，他完全不知道咱们在说啥，他年纪太小了。雷霆半月斩。第二个那个隔山打牛，啊，隔山打牛，隔山打牛就触电了嘛，就打第一个最后一个。小时候还含口水，就这么一拍，要是那个把那个毒排出去，真的吗？你说你没玩过，你不要打岔了，好不好？反正今天就是把小时候那些电视里面的就是还原了。对，小时候觉得很难实现，都靠想象力，所以嗨放就是想象力、好奇心，你只要有好奇都给你满足、满足，但是不一定保证你开心哦。对，是，但是当这个武林高手没那么容易，没那么容易，也像小时候看的那些武侠大哥们致敬，挺不容易的。体验打双层气球，验证激光打双层气球时会发生什么，并给出结论。我猜，先不用试，我猜会内爆。内爆外不爆？对，就里面爆了，外面没事。试一下。可能得等一会儿。是不是内爆了？真的是内爆哎！但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外面那个不爆，里面的爆了？它还是黑色的，就黑色的激光，更吸光。激光哦，因为它是激光。激光具有定向发光、亮度极高、颜色极纯、能量极大等特点。激光照在黑色气球上，气球表面吸收了激光的能量被烧破，白色气球会反射掉激光，不会被烧破。左手，好，右手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，两只手松。